1月19号，五月天的诺亚方舟巡回演唱会终于登陆上海，并且连演2个晚上。被称为亚洲第一摇滚天团的他们，每场演唱会上座率都超高。可是最近却有乐评人质疑主唱阿信的唱功很弱，100%评分中只得5分。我们这两天其实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连续有16万人可以来一起来评分，所以我们就交给所有的网友来评分。那当然五月天自己也会就是一直努力下去，就是让自己的表现更好。